为新世界金刚八节波罗蜜经。心中一想法皆虚，儿时传遍天人心，三界梦境永未绝，此地众生好消息。各位维新圣教义兴大学所有贤士同修代表，我们合掌恭念开经记：无上甚深微妙法，无上甚深微妙法，百千万劫难遭遇，百千万劫难遭遇，我今见闻得受持，我今见闻得受持，愿解如来真实义，愿解如来真实义。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啊，各位维新贤士，各位十方善知识，啊，《金刚经》的法义遍满三千大千世界，太阳系的天人圣神活菩萨的心，而《金刚经》的奥义，不是只有说说而已，而是要用在生活上，行在生活上，而行在我们的每一口气。所以我们既然有这口气了，我们就要依照《金刚经》的奥义去修行，才能到达我们所期望的波罗蜜世界、波罗蜜净土。在佛教，阿弥陀佛，西方极乐世界教主阿弥陀佛，他的成就六波罗蜜，六度万恒。六度万恒就是持戒、布施、忍辱、精进、智慧，到达禅定。用在生活上，然后成就了西方极乐世界教主阿弥陀佛的世界，那是西方极乐世界教主。那么娑婆世界释迦牟尼佛即是佛陀，他用八正道波罗蜜，八正道波罗蜜你都做到了，当我们世间功德圆满了，我们必定能够回到自己的家门，自己天上世界的家，大梵天世界。八正道正确的见解、正见，正确的思维、正思，正确的说话、正语，正确的工作、正业，到这来正确的知命、正命，再来正确的念头、慈悲，
是正念。好，再来正精进，正确的精进是孝道。最后，正确的禅定，成圣成神成佛，八条道路。那么鬼谷先师王禅老祖的八圣道，前对离正训坎耿坤，王禅老祖手上捧着八卦，这是八圣道，回归空性，大无其外，细无其内的八条路。那我们这一节继续为各位来讲解佛陀的八正道。上节讲到正业，正确的工作，我们来到世间上，每个人都有每个人在天上界自己发的本愿，就有如今天我们啊，初级班的来宣誓，宣誓文就是自我勉励、自我期许、自我精进，然后将我们这一生还有多少年的世间因缘呢？我们要将你们所体悟的、所体验的心法呢，啊，回向给你们的列祖列宗，啊，这也是我们正确的工作，就是正业。除了这个正业以外呢，我们每天接受到宇宙虚空山河大地的风水光给我们的加持，给我们养活生命，给我们能够食衣住行，所以八圣道的修行法则不是那么简单讲讲说说而已，而要用在感恩。有一次呢，啊，信徒师兄还没有入门，但是他看了我们还是当时我在讲《易经》风水面面观，我说要感恩，感恩风水光，他就不以为然，啊，他这个都是应该给我们用的风水光，他一直对师父这个我们感恩，他很不以为然。当早上六点到六点半，我讲啊，这个课程完毕了，啊，他就到厕所，他要去刷牙，他刷牙刷到臭的，不知道哪一位从旁边把他的刷牙牙刷，咚就来弄一个，吹破牙。磨烫鬼而已啊！啊，奇怪，怎么这样呢？啊，他就换这边洗洗洗，又不知道哪一位手撞了，又撞了，结果两边呐，没办法，那天早上整天都没办法吃饭。啊，到晚上，他就很不以为然，以为啊，的师父在诅咒他。你家在哪里？我也不晓得啊。我诅咒你干什么？就是你的守护神，你的祖先在处罚你，不会感恩。啊，那天晚上，啊，要尿尿了，
啊，尿尿完毕了要冲水，他就压了啪断了，他是大便，啊，水冲不下去，很紧张，就把那个翻起来，啊，要下去，拉了这个的开关碰碰，结果手指头去插到那个铁丝，个老回老外呢，哦，怎么办？他又喜欢听我早上的六点六点半的课，啊，早上起来他就打开来还看，因为我又在说要感恩呐、啊，感恩风水光，他当下他才悟了。老祖在教训他，所以他就到清佛寺来跟我说，师父对不起，我在骂你，你不知道有没有听到，我没有听到就好，我也不知道啊，但是你受到你的祖灵指导灵守护神的惩罚，所以我们要做感恩也都是正业，你去感恩风雨水和光，要感恩我们在社会上在人世间受到国家的恩啊，父母的恩，兄弟姐妹的恩啊，现在社会乱了，弟弟对于哥哥他的照顾，爸爸妈妈还有阿公阿嬷，到最后来要分财产了，六亲不认，一点感恩都没有的人太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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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很可怜啊，比众生还可怜哦。所以你要他，我很孝顺的，胡说八道，孝顺孝到哪里啊？啊，所以我们在世间上要有佛法啊，要有道学的修养，做的是正业，我们正确的工作，你家所学的一切善行慈悲心，我们晚上睡着了啊，我们的灵魂很自然的就回到啊，天上界，不同的天界，啊，各自回去向祖先报告，这是我们的正业。所以正业的范围宽广的八万四千个法门，啊，但是总归一句话，要感恩，感恩再感恩，兄弟姐妹的相互照顾长大。一定要有感恩，啊，公司啊，员工一定要感恩老板，啊，老板他修行几辈子，这一生来到世间上才有机会当老板。那么我们在公司服务，我们要感恩呢，感恩他的福报，给我们能够养活自己的家，不然你自己当老板很快就倒闭，看多了啦，啊，这个就是正业啊。老板呢，你花那么多愿力要开公司，让更多的员工可以啊有好的收入养活自己的家，那老板花了愿也是正业，他老板用尽各种方式，白天跑业务，晚上去贷款，啊，晚上去研发，根本没有自己的时间。他的目的是什么？因为跟各位员工有多生父母兄弟姐妹之情，这一生才会大家在一起重续啊，天下一家亲，
所以我们就要感恩啊，老板也要感恩有这个因缘啊，员工更要感恩，这样的话社会就和谐。所以很多企业界有的人做不起来，私心太重，而有的员工在这家公司做不好，就是自私自利太重，眼睛看得太小的距离，所以就没有办法来了解啊八正道，成就佛陀的一条路，八正道，而就是正业。所以我们来到世界上所做的工作，不是只有三餐和这一个月收到多少的福利，不是只有这样而已，而是你借着我们啊世间每天你工作的一年啊，晚上睡着了，那我们的灵性灵魂就回到自己不同的天界回去啊，报告你的主灵你的守护灵啊等等，都是天下一家亲呢。所以这也就是正业啊，而正业我们也是要回馈要报恩啊，最好的报恩就自我修行依教啊佛陀圣人天神上帝所给我们开示的妙法啊，开示的做人处事用在生活上的时候，你就是已经例行了八正道的正业这一条路了啦。各位唯心贤士同修，各位十方善诸士，世间的人能够自我反省的不多，大家都一直朝着自己的妄念在努力，有的说不是妄念，就是自我精进也好，但是你要精进要有智慧，首先要从知命正命了解自己的命，命中若有自然有，命中若无莫强求，我们要大度与大慧，唯从积善以重德，而积善也是正业，重德也是正业。而命不好，每个人命都不好，我告诉各位，我比各位命更不好，为什么呢？第一，呼吸我要自己呼吸；第二，吃饭要自己吃啊，大小便要自己啊，睡觉要自己睡，洗澡要自己洗，走路要自己走，眼睛要眨一下要自己眨，都没有办法拜托人家帮我眨眼睛啊，你要去吃什么东西要靠自己，那哪一位有比我歹命的，有无？你是不是跟我拍命啊？嘿嘿，有一次一个阿婆，她就一直喊我，哎呀，老叔啊，我做拍命咯，安怎咯？一直念，我讲我阿婆啊，我比你较拍命啦。老叔，那我何必要较拍命？今天我比你较拍命，我就是爱甲你。吃饭放屎放尿走路洗身躯哦，啊，搁爱创啥拢靠家己咧。这阿婆，哎呀，真正你比我较歹命。结果阿婆转去咧无老久中风，啊，就有人甲洗身躯啊，啊，就有人甲送你行，有人甲服务啊，吼，伊就叫人惊，迄阵小脑小中风俩，啊，就送伊起来，
啊，老师啊，师傅啊，我要跟你同我拍命啦，嘿，我买这就好命啦。啊，你有好命拍命？哦，所以呢，对事情的正反面，我们要到达好命的波罗蜜境界，那一定要知一切法，要知命，要知心，知自己福德因缘，知道自己努力的结果如何。所以八正道的波罗蜜啊，正命波罗蜜，那你要了解正命波罗蜜，你要哪里去知道？除了过去啊，大家要去算命先生算命以外，那你要如何知道自己的命？所以我才开创一个唯心圣教的法门啊，又悟了5000多年来没有啊公开的八卦的命卦。每个人的命卦，从命卦中就可以了解到你这一生来世间上要干什么啊。命中若有自然留，命中若无梦想求。你的命卦命里面没有财的，不要勉强要做生意；没有福的，不要勉强要去做一些什么事业啊。所以我们知道了，安分守己，守什么己？守着自己的本愿，来到世间是我们的本命，那样你就不会受到自我伤害。所以正念波罗蜜是非常重要的，我们唯心圣教的易经大学所有贤士同修，你们应该修的课程。所以我传了很多八字命卦，用易经来包容一切，来了解自己，知己知彼，百战百胜，知道自己有多少福，知道自己有多少智慧啊，知道自己有多少德，多少恨，了了分明，你就不要去勉强。所以我们要得到心安，我们要先安心。所以大家学易经，做人处事可安心，大家学易经，做事工作可顺心的道理。这个即是波罗蜜啊，八正道波罗蜜的命卦正命波罗蜜啊，若是过界，你们要了解正命波罗蜜，你们可以到本唯心圣教易经大学来学课。我们在全台湾国内外啊，都有易经大学初级班和正级班啊，你们依教奉行，嘿嘿，你们绝对能够履行实践八正道的波罗蜜境界啊。所以我今天告诉各位，八正道的这个波罗蜜呢，是要自己进入法门来修来学。你学了几年，你对你的祖祖孙孙啊，以后你就可以自我保护，不伤害他人，然后就可能帮助他人，那你不是就很快乐吗？所以八圣道的波罗蜜啊，我们一定要好好履行，否则的话我们路走错了啊，波罗蜜没有吃到，结果弄巧成拙啊，把苦恼带走了，回到自己的家又回不了。所以这一节呢，为各位来阐解他的波罗蜜，会波罗蜜
又是波罗蜜的真禅奥义啊！祝福各位。